看看这楼梯多么的陡，超可怕！垂直往上，攀岩。嗨，大家早安，现在是日本时间的早上9点，今天的行程就是要去换 kimono， 昨天回来很累吧，快11点才到。好，我们现在要赶快去前往我们的和服更换的地点。 Go， 我们现在和服体验，我们有请专业的摄影师来帮我们拍照，然后现在就是 Kiki 的单独的独拍时间。梦贤 solo 拍，我已经拍完了摄影师帮我们拍的团照了，所以现在我们要去自由活动，看一下 Kiki 的背后这一套气质风，算是舍弃了我的粉嫩可爱风。我们等一下就是要去坐人力车去清空拍照，还穿着和服要去第一个景点，整个饮食区都是吃炸肉饼的，黑毛和牛面包，还有抹茶冰淇淋。领到了。走吧，走吧！耶！你在人力车上吗 ？Go pro？ Yes， moving。Yeah。You are handsome。啊，谢谢。都吓你。You are welcome。现在要前往去神社。我叫树下心。OK， 然后 OK， 是 Tati Mini， OK， Tati Mini， 大哥，干杯 ，Good here， 阿萨奇啤，干杯 ，Yes， 干杯，干杯 ，What？ Why do you know 干杯？The video。在家里，在家里，拍照 ，OK。长风车，嗨，有人到，嗨，我的呀，哦，就晴空塔，哦，晴空塔 ，Sky Tree， yeah， Sky Tree， Sky Tree。到了神社。Are you famous YouTuber? No. 100 million. No. Oh, me? Oh, yeah. No. Are you famous?我们现在到了浅草寺求签的地方，准备求签。走。69级，工作会不错。Thank you.
到上野了，要开始购物行程了。这里熟吗？不熟，但是小吴的影片有看过，好，就大概知道这里很好买东西。好，走吧。楼哦，医院那我逛啊。现在在逛什么楼？我不知道。直到八点开始。7:15。关门了，现在开始我们的夜生活。现在是晚上7:25，哇，超热闹！买到了星巴克，台湾没有的抹茶奶霜，好喝吗？好冰哦！我们等一下呢，还要去的地点都宵夜，只有晚上开的螃蟹拉面。来这里就是要吃水果，麝香葡萄，麝香葡萄。跟沙拉，我们看小吴的影片，来到了他特别推荐的螃蟹拉面，到了光下拉面。我跟你讲，哪个是螃蟹拉面？小螃蟹拉面。期待吗？Hello， 海老板。计程车出。